し。队长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生生不息。的确，对，你，我们被牵制，当务之急，我们要先想办法回藏身所。我知道这附近，但要但从，嗯。上部区域，上高，那边什么情况？详细情况回来再说，时刻保持警惕。撤离点在这边，跟我来，去小区大门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
穿过天网下的破洞，撤离点就在小区里边。蹲下，掩在草丛中，一直走到底。蹲下，躲在草丛里走。迷雾附近的异种格外凶猛。毒雾越来越近了，被这雾碰上就糟了。我们继续躲在这儿不是办法。队长，你们先走。查共鸣。别愣着，走。放心，高明不会有事。不好，这边还有一种，快跑！继续跑，马上就要到撤离点了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这是过去生桥的老设备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